我才，秀出精彩。这里是2014美国青少年才艺大赛中国舞蹈组个人和团体决赛的现场。经过激烈的初赛，今天会有11组小选手站在我们决赛的舞台上，他们也将争夺今天的前三名。我们的录制依旧是采用评委现场点评打分的方式，如果是分数相同的两位小选手，我们也会参考他们在初赛时候的成绩。来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三位评委，他们是舞蹈家李中梅、舞蹈家胡二东、舞蹈家陈国。谢谢三位评委的到来。那么我们今天的选手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参赛选手闪亮登场。
谢，谢谢子月。我们来听听评委们的意见。李中梅评委，哎，很感动，很感动。你今天是第一个真正让我感受到这种含着泪的一种美，非常带的非常非常感人。胡尔东评委，我觉得他在表现，特别这个年龄里表现这么深的这种一个角色啊，你表现的我觉得非常清楚，非常打动人。在这个年龄里面能够做到这点，真是不容易。是个表现力很强的舞蹈。那个他用他的身体语言传达了他自己想诉说的情感，清楚地传达给了观众，这一点很不容易。他的最难得的是拿那个分寸拿捏得非常好，不过也没有不到，所以这一点作为一个小演员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张弛有度，挺感人，非常非常感人。嗯，因为我觉得最重要舞蹈跟情的结合，这一点是融合的非常好，谢谢。还有他那个我觉得那个绸子运用的也很好，对这个舞蹈编的给了他一个表达的很充分的一个机会，失去离去的一种这种思念和这种感觉，反应的非常好。对这个年龄表达不容易，对很好，谢谢评委老师，请打分。那么其实我们的子月啊，其实是昨天晚上刚刚从马里兰州专程来到纽约参加我们的比赛的。那么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像这样的选手呢还有很他们有的呢是来自佛州，甚至有的来自加州，还有来自加拿大的小选手专程来参加我们的比赛。我们也非常感谢你们还有你们的父母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我们来看一下评委们给出的得分。李中梅98分，胡尔东99分，陈国97分，谢谢三位，谢谢您，谢谢于瑶。现在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徐子月的妈妈，阿姨你好，你好。啊，我们都知道您是住在马里兰的，当初为什么会想到要送子月千里迢迢过来这边参加这个比赛呢？我觉得这个活动已经在本地区东海岸这边有一定的影响力了。我们也是无意中听到朋友啊、老师啊经常谈起这个活动。子月呢又从小喜欢跳舞，所以我们觉得马里兰离纽约也不是很远，所以我们想给他一个机会。那他通过这次活动呢，我们来了以后，我们发现子月也学到了很多东西，积累了很多比赛的经验，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我们也非常感谢 Sanovision， 感谢这些工作人员，他们非常耐心啊，然后发 email， 从报名的初赛到复赛，给我们很多帮助。非常非常感谢，还有各位评委老师，谢谢你们。我们也谢谢你带子月过来参加比赛，让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他的优美的舞姿，谢谢，谢谢。哇，子月，来，我们的双料冠军，初赛的双料冠军。你当初知道自己在初赛得了中舞和西舞两个冠军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我很 proud of myself， 不过 I was very happy to be able to compete with other dancers of really high level， and it was great. 那你在 Western dance and Chinese dance， which one do you prefer？ I think in dance there can't be separate，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specific Western dance or a specific Chinese dance. I think the main point of dance is the same, and I like both for their different technique, and they're both, they help me express different feelings, and I'm glad that I've been able to know both. Great, congratulations, great job. 好，我们现在来有请下一位表演选手。Legend of the Phoenix, all ends with beginnings. What keeps the planet spinning? The force from the beginning. Love.
all night.